太痛了吧！哇，白痴角色，你看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不骂他、啊？揪一下，然后血就到底是什么啦？有够脑瘫的，你看啦，聊天室你看啦。哦，立马下垃圾。然后我在开始流汗回血，我跟你讲，开始流汗。那里怎么又来？他在不怕、欸。啊，没有抹了。你看啦，你看啦。那个阿里没有留这个啦，你看这个地真的是地马西亚垃圾哎、欸，真的是，是我承认。小心旁边，小心旁边，哇！没盾了，脚闪了，没盾了，没盾了。晚上好。发现我们一直玩 LO 开台跟着来玩。我死了。不可能。Oh nice, I love you. 可不可以去 LO 王了？啊靠呼。I have no mana。 啊，没事。怎么会有机器？哇，好好玩哦！哇，好好玩哦！哈哈哈！哇，血肉果汁机，哈哈！地马西亚勒索。大家已经生气到要这样做了，是不是？哇，好棒哦，哈哈！差点，差点，啊，就按出来。好玩哦！连队友都要抢一下，队友玩的时候都要抢一下。好了，看你。Oh my god！好，直接出两个大棒，那么多的机械，我真的想。哇，死掉了呢！哎，哇，半条血没了耶！好痛。哎呀，被烧死！哎呦，啊、哦，好可怕！不要害怕，我们有地马西亚乐色呢。地马西亚乐色，你骂到两个哎、欸！哦，对，波比也是地马西亚的，但是我很开心是个乐色。当乐色很快乐哎、欸，他被束缚，他不能丢啊！真的，你看那个真的超白痴的，波比，波比，这就是波比，这就是地马西亚乐色，受不了！哇！天啊，这样我更爱波比哎、欸！可是看看这群低能儿，那个什么低能角色，蜡笔小新哦，更爱你了，就是更爱你了。蜡笔小新那个啊，同性恋双，对对对对对，更爱你。哦，更爱你。我们来玩大老二。哎、欸，你们现在看那个东森幼幼台的，应该没有这一段。不会啦，公交台不会有那一段。就是从从屌包抽卡。
嘛啦？哇，蒂玛西亚乐色，哇哇哇！我这队还少一只左手紫月哦，真不想玩了啦，再一场就不想玩了。肯定是那个阿里送太多，阿里一十七哎，他以为自己是 faker 哦，崛起传奇。毕竟现在小孩很脆弱。啊，好棒哦，是葛雷夫哎，哈哈哈哈，近战 AD， 哈哈哈哈哈。第四代的小孩。哎呀！你一定有错，你一定有错！哎，等一下，葛雷夫，你不能哦不，我被绑到了呀！哈哈，哇哇哇哇，没死耶！哇，好棒哦！想他啦！哎，我没有盾可以救你。好呗。怎么？我的魔法。Sorry， 盾给错人。啊，我抱歉，没事哦。活太久了，我不要。小极点被吞，你们换了什么？上次小薇也被吞。哎、欸，干你的火属，我不是上面有血联动，不要换。有人对我死这么开心，全中，权贵攻击，哇，波比盾好厚哦，哈哈哈。天哪！我是对面，我现在已经中了。我看你打一句那个，不是买了道具就能当飞客。波比，这就是波比。这就是。没有，没盾了，没有。Nice。啊！哈哈，没死耶！哇哦！哇、wow, 哦 ，What the fuck！ 哇，浪烫，呼噜呼噜，我报警啊！我报警，哎，那我要说报警。他被动下回没错，这就是蒂玛西亚。那么先出克，你要死喽！啊，死掉了呢！你们已经可怜到毫无还手之力了。啊，这个爆炸了呢！我在躺，顶着躺。哇靠！小兵太多了，我丢不到人。毛笔不会玩好浪费那角色，真的还不如。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他怎么又有那个了？哦，他起飞到了。杀到了，然后怎么那么快又有一个可以飞了？我不敢进场，不敢跟进来。天哪！看蒂玛西亚乐色每秒回22滴，哇！对面又要死人了，哇哦！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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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葛雷哇哇，好
棒哦！都封了一个，都封了一个，真的。哇，打 Q 好痛。撞到恐惧的，跑进去撞到恐惧。哦，那波比的特效好可爱。你说熊熊哦，咖啡厅波比。哎呀，哈哈。阿朵疾飞是你，因为我啊，你想吃哦，哈。哦。啊，猫币，猫币，你在干嘛？啊，猫币。哈哈，好可怜，真的好可怜。终于找到卡玛会痛的组合了，直接上死帽就会了，直接上死帽，二一直接死帽，真的超痛。你打软皮哦，这是软皮吗？这应该不是。哎，后他误防。哇，牛又减伤哎，哈哈哈！哇，好哎，利马西亚好哎，利马西亚是我最爱的国家。笑死！来吧。你踩地板会死你，你刚刚一直踩了二一张。啊！哦，差点。很多事。我刚有盾啦，但是我忘记了。因为我曾经在地板。是忘记还是故意的？是忘记还是故意的呢？怎么会忘记你呢？对不对？哦，无尽之刃，我可以打成百爆了哦。这老虎很痛呢。现在要死了、我好慢。哎呦！超痛的呢！早知道不要留一坦了。我们先去干老鼠怎么样？好啊。OK。问就是没有问题。那一定是可以的。你不要上哦，你这个上了，你真的是会变战犯。清兵，清兵，清兵！完蛋了。完蛋，他被上了。Bad. 哇哦！我靠，超痛的。我死了，但是我超痛的，我已经杀光他们了。哈哈哈哈哈哈！他们虚弱都交给我了。怎么睡觉？晚安，马卡巴卡。晚安，马卡巴卡。玲玲要睡了，玲玲晚安。我水等一下，后面后面后面，还是拆塔，不管他、欸。老鼠复活了，老鼠复活了，你要死啊！我靠，可恶，这就是极乐斯。我没有肉，肉不够砍的，肉不够砍的。冷静，冷静，冷静！来，你等我，来，你等我，真的，来，你等我。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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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扭啊！花里胡哨哎、欸，真的哎、欸，这边扭什么啊？他是扭，可是还在原地啊！他是阿里胡哨，啊、这左右还不是回到原位吗？好哦，今天礼拜三半天班。杀！哎，那杀！老鼠，老鼠！哦，好，来，老鼠太好穿了。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爆太惨了。哦，好痛！咚！到你了，阿 Q！ 哇！哇！不给机会！哇！猫咪来了耶！嘿，你要气复活了，怎么办？摆爆了，摆爆了！每秒回33，你们要吃苦啊？哈哈，你。哇哦！哇哦！哇，蒂玛西亚来了，想不到吧？是蒂玛西亚哦。这一副好鬼哦！耶、yeah. ！好了，蒂玛西亚再见。他居然没有放 QW 你，不成熟的赫威，不成熟，不成熟。哇哈哈哈！哇哦，哇的，哇，好好玩哦！哇哦，有人在，有人在，被嚣张！哇，好好玩哦！我弹药爆炸了，他小一乱丢啊！虚弱啊！哦，你阿里太怎么虚弱不太？哎呀，要不然我没看到老鼠，我有点怕。都在后面。老鼠没大了，没大了。哇，房子好多，没了！哇，哎呦，老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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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哦，有，哎呦！哇，我这个阿 Q 把一球炸死哎！哎呦，老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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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快跑，快跑！点他，点他，点他！点他点他没技能，完了，没了，他没技能！哇，哇，可惜！哇，我太砸了！哦。压力很大吼！我好像死很快，我把夺魄换成那个好了，我们跑房间。
嗜血者，拜托，嗜血者，不行啊，我要摆爆。你摆爆，你卖鞋子啊？对啊，买火炮啊，买个火炮，买火炮，买火炮，或是买那个绿霜啊，绿霜啊。包裹是残血啊，没有吸回来了，啊，吸回来了，对。我看到了，你买绿霜，你换弹会很好。今天会有开，明天会有不会？换弹会很好，真的。换弹会比较顺，攻速有起来的话，换弹会舒服。哦。好了，我只能换嗜血者。我最近是作息健康的，你才这样破坏我的作息吗？哇哈哈，蒂玛西亚垃圾哈哈，我不敢抽人了，敢不敢？还没转的很多，哇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在里面转的开心呢，我一定检举你，真的，真的准备要吃我检举了。这种角色不应该活在世界上，真的。这边全民说拜托让我，谁谁谁谁加入加入，好惨。不可能想赢啊！晚安，去睡吧。拜托让我赢。这脚看不到他，我看一下。天啊！太可怜了吧！拜托让我赢。要这么惨啊？他是怎样打了很久都没赢吗？我看一下他连输几把。嗯，都有签名版的 skin， 哎，感谢艾明的，他连赢了，他连赢了，两个月，一二三四，哦，他连赢超多把，他不想断吧？断了，他不想断，那还去除，那还是去除一除，那我们中断了，英雄专精十二，不好意思啊，你连赢十一把，你引分上来了、啊。嗯哼哼哼哼，喝水，最后一把，最后一把，打完吃水。摇板，好的。我们又跳一次。啊，我有新造型。啊，我的接力。哦。观众。看看我的接力，耶、啊！你已经有那个造型，真绝不凡。那、啊、你不然你的律师了？审核要求，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删掉。应该是没有那么不会直接睡啊，就是休息发呆一下就去睡觉。起来看这群人啊！嗯。好多狗，对啊，画面上面都是狗。你那个是那谁？库伊拉吧？啊，竹子。我没开麦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我说你那个是库伊拉吧？
莫是莫伊拉，库伊拉是谁？忘记了。101中狗、啊，101中狗里面那个。哦，对对对对对，哇，蛮像的。什么莫伊拉？我想说啊，莫伊拉六哦。哦，你看我的 Q 前面有那个，有你丢丢怎样丢钻石出去啊？对啊，射钻石。像老鼠棉脚、哦，那个地那个肚底啊，氪金造型吗？对啊，尊爵不凡。我刚才没有看到我的框，我有框吗？抓错四窗了。哎、欸，所以刚刚也抓错吗？刚刚有吧？刚刚有画面。四窗跑掉了、欸，你刚刚有啊？哦，你偷看我台？哈，我帮你看一下啊。哦，那你。OK， 正常。啊，没看，刚刚没，所以刚刚没看到我杀人精彩表现吗？哇！哇！真的，又差一拳了，可恶！哦，新之刚现在改两个腰带，我以为我买错了嘞，白痴哦、喔！所以这两个腰带是干嘛？左一拳，右一拳，一下，两下，下，一刀，两刀，刀，刀。哎呦，你居然还有这种恶心的东西！不会啊。我被沉默不能丢我的普攻哎、欸！沉默是要按我的 Q 哎、欸！你才知道你是用嘴巴在攻击的嘛？你喷出来都是牙齿，你知道吗？太扯了！而且口水，我直接被沉默扛着到烂掉哎、欸！我直接被沉默直接我是直接零输出哎、欸！我只是像普攻，完全不会痛的普攻。哇、哦！你把他妈剁了！哇、哦！他妈的！这边哑巴了，他妈没了！快死了！花米知道，来不及，没事没事没事。嗯，奇怪，怎么资讯一直睡着？我闭着眼打撸都被你们发现了。老鼠在这。
哦，他咬你，他吞你，哇！没办法，他那个攻速不够快。啊，W没好，嗯。嗯。哎，战百双。哇！哦哦哦，快点！他怎么又到了？他打好快哦！哇，打超快的哎！六十多秒啊！你如果窜一下，你就可以打。太扯了，我。哦，大姐好了，我大姐才刚好了。哦，来，夸张了。啊，少了一个题目。啊，哦呦，硬要吃那个补。谁撞在那风墙上面？没看到，没看到那个风墙。他还他妈死哎、欸！多惨！大笑，他妈坠机。啊啊！感谢、哦、感谢彼岸500块，抓到抓到！感谢彼岸500块入界斗内。哎呦，这个闪现好，你要小心被吞了。啊！啊，差一点。哦、我伤害没有。啊！啊没有伤害。先出来就杀两只。没错。哦，我想说，刚才怎么会有一个亚非利欧语音和我、哦、翅膀没关亚非利欧啊？然后突然有 Google 姐讲话，我就哈，我的死亡的快被盗了吗？还是怎样？还是海王机关？真的太久没有听到绿界的声音了，会怕哦，吓到我了。快要完了，我要关台了吗？会吧。哦。点错，感谢500块，打不溜的，强制续命一波，感谢，太爽鸟，哦，这个有学到精髓，直接出帽子，直接出帽子，真，帽子真的超强、啊，帮主厨出个手机壳，谢谢，太棒了，我手机壳后面会。会镶上你的名字的、啊。嗯、啊，手机壳后面是最爱谁谁谁，然后开始刻上去。最爱。哎、欸，你的蓝牙帮你的小兵插光。哎、欸、嘿嘿。英雄榜。妈妈妈。啊！你中发票，好猛啊、哦！哇！投降，他原来投了，投了，好烂的这边，有三票是他妈投的，他妈把他神圣一票投上去了，笑死，太可怜了，卡住了，我都卡住了啦。好了，我们今天到这，明天玩到死，明天不可能玩到死，玩到死啊！玩到死很累。对啊，你后天不是放假吗？玩到死。我后天没，后礼拜四放，但礼拜五没放啊。但我应该礼拜五也会拿去放了，因为我要去。这样啊。
啊，我有一个超级可爱的表情符号哎、欸，还是再打一场秀一下，要这样子哦、喔，要哪一个表情？破镜破镜，上号，要看啊我，哦看不到，上号，看现场的，强制加成，看医生，对，要看医生，我们要去拿快乐小药丸。但我已经很少在吃快乐小药丸了，但还是拿一下比较好，不然我怕我哪一天上去台北把蓝牙折成两班。哦吼，那你要上来台北？对啊。我会先被折断吗？真的假的？嗯，没有其他的骰子了，这。The Black Rose shall bloom once more. 安妮跟熊熊，那个？ No one gets out. 安妮 and 熊熊哪一个？安妮 and 熊熊，我的造型吗？哪里？表情符号。不知道哎、欸，看起来像是努努。有存到哈，不要进去的时候发现表情符号不见哦。有啦，有哈。不见可以再一场。对啊，不然就这场输了，首胜不是首胜。啊！哦，不妙，我好像没进去哦。没错，是我没进去。咯，关掉咯。退出。关闭视窗。关闭。不是早哎不是关游戏就好了，不，关掉那个，全部关掉就好了吗？工作管理员。没有回应。你们进去了吗？还没吧？还没。好，果然是我。怎么关掉？
Auto F 四啊，对啊，不是要关干净吗？不用啊，关那个载入的页面就可以了。真的吗？关真的啊，关载入页面就可以，然后你的登录画面就会跳那个，真的哎，载入就可以再点。操，谁骗我？害我每次都是全部大那个全部关掉。那我可不可以那个啊？你想干嘛？有掉吗？有掉吗？哪个哪个？这个加这个。卡马套路可以啊。卡马套路，这么说。放这个，碎碎。没看到，没看到，等一下，再一次。哪里？哎呦！喂，哎，哇！爆爆！感冒的赢，开了。感冒的赢。再下一个，再下一个，普攻普攻就好，普攻。呀呼！听说最近点组 W 超强的，看一下。居然看得到那个回血的那个。哦。他过来了，干嘛去贪这个耗地的票？他等下没跳就知道，他没跳就知道，真的。哎，我要进去洗血，快看我！哦，哎，这个矛头爆炸了！啊，我也死了！哎，九日，你说一九日针对你吗？飞，嗯，好，可以。来啊，等下会处理他。好。等我，等我。哦呦，走掉了！真的假的啦？我靠，这什么？吸大口！嗯，哎，干你娘！可恶！你辜负了反校，干！可惜了，他也死掉。CD 太长了啦，这边如果有 CD 的话，感觉全收。Ooh.
哦。快点！哦，看不到，可以吗？哇哦！哇哦！哎、欸！啊！我被烧掉！哇！啊！完了！完了！完了！好好，可以可以，打算那不是关机？你跑太快了，高残血太扯了吧！我挡，我挡前面。耶、yeah ！吸死。Double kill. If you have problem, you got me. 有有。看我在这边回血。打不就是回血回太多了吧，太扯了。什么？哎，没起来。毛的超痛的。快死了！不会不会，你不会死。一堆疯子去前面踏踏、欸。哈哈，烂的要死！喝水是不是？我很抱歉，我很抱歉。嗯。哎。我没了。其他？我已经吸了，我已经吸了。出事！出事！哇！出事！出大事！吸血，嗯嗯，嘿嘿。哎，你们看我这个吸血，血池在小兵里面一下就是八十滴，每个单位这样子。哎、欸。
已经僵死不知道几次了，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子跳？啊！哎、欸，没挡到他吗？可以。好。我来了，带着石闹回来了。我们 W 叉西辽。哎呦！真的假的？你们吸血鬼来了？吸血鬼？哦呵。哇！打不死，还是打不死。哎呦，他怎么那么坦啊？为什么吸不起他啊？好夸张！完了！哇！啊，那个 DC 要几 DC？ 黄衣斗篷太吸了吧？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啊，太急了，一直打不死。哇，超痛的。黄金斗篷，他那个残血打不死、欸，真的太夸张了。我甚至有这个。哦。等下有个破盾呢。好的，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大还有。我帮你缓他，为什么打不死？玉啊，两分钟前才问过，他那个要打死要靠玉郎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打，还要保一下玉郎。再告诉啥？哇！完了，收光光。哦、oh, ，nice。想要死猫配烧吧？死猫配烧。206了。有没有可以出破盾啊？嗯。好像没有哎、欸。不然我出跑一下。啊，这个盾太多了，有点打不掉。
铁鬼是吃魔光，吃魔光跟生命都有。感谢克莱昂一点，谢谢。哦，没有，他主吃魔光啦，他的血量会变成魔光耶，这样。嗯，对他出血跟魔光都有收益。啊，碰到。哇！完了，你没了。哎呀，还有刀了，快啊！不然啊。幸而驰骋的跑速剩50，以前不是给50多吗？现在被砍那么多，哪个有什么感觉？没什么加速。地图草看不到的。完了，屁啦！哦，有了。哎。没闪。小心跳伞。留一只，好吧。Oh shit！ 哇，一下就没了。哦，我血太少了啦。跑不够快，跑得太慢了。铁鬼 Q 不是有加跑速吗？有啊，我在技能显示上面没看到。U 二我记得有，就第二段我记得有红的，有。哎呦，死毛德真的很滑，这个也打不死，太死了，没死掉，看一下哦，怎么样？哇！弄不死那死毛德，你弄不死前面这个白痴坦克哎。他无尽绝望明明没有吸很多，但感觉他一直回血，不知道是什么一张回血。两个都有位移，我去勾引一下他。哇哇！好像就这样子，你等下就是踏他就完了。你等他的盾丢完之后再去踏他，我去骗他的盾。Life is good.靠不行，有了。
哎呦，他一下就没了，完了没了，啊！他也就吃到补了。完了完了哇！哎、欸，太硬了吧？对啊，我打不死他呢。哎呦，穿透了！太扯了，超超级搞不懂那个为什么打不死。嗯，因为没有重创吗？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会直接被秒？会。哇！我靠！真的假的？真的。那么少一个，我等下要闪回去切那个后排。半血，我吸的回来。不要被死脑子碰到的。可以先破盾牌一下，那也是。他没这个了，大天使没了。啊一下半条。啊，他跳走啊！好亮啊，好亮啊！完了。哦。哇，这个链啊，怎么样？又没了，又没了，要放我一个人，啊，我杀不掉他的猪，太好了，要放我一个人，救命！他好硬啊！这是什么鬼啊？哇，现在打不死你，因为我1600死你。我也打不死他，真的。啊，你要钱吗？有。冷静，那个死猫的超痛的，等勒布朗。这个要等一下可以先拆。哇，这一下就快没了。勒布朗冷静，等勒布朗复活。对方还活着。完了！
小兵远一点，不要被伤到。无聊。哇，没防到。把他盾弄掉了。狗屁！完了，没有 Q 到，好可惜哦。对啊，他从身上，从他身上滑过去了呢。我可以换什么装啊？你是谁？你要换什么？我不知道，有东西可以换吗？鞋子啊。鞋子哦，鞋子换什么？世界专属453层，好可怜。冷静，太久了。好，谁从后面的？我来。不会让你死掉的。来吧，好痛！他没了，他没了，他要上来。我操，打空了！死毛德还不得输？哎呦！哎，别这样！什么？天哪！被小他们复活时间超级短的。结束了，可以睡了。哎，太好了。所以还是没看到你那可爱的盒子。咬我破啊！我一进来就丢了。一个睡觉的铁土哦。原来是晚安，晚安，晚安，感谢。晚安。晚安。哎呦，不好养。给你们亲嘛。哎呦，我要走了，我走了。你怎么可以走？我要走了，拜拜。是我的爱。好，你们要嫌弃我。好了，睡了，拜拜，晚安。好了，现在是我们的时间了。哎，可以加分析好友吗 ？low 吗？是可以啦。你的给我啊，我加你。B 加。
我其实不爱开台打楼，是因为我怕我的画面就是我根本看不到我在哪边，然后聊天室的也不知道我在看什么东西。你是玉版美琴的狗，哎呦，这样子啊，新增好友，有人吗？有人吗？我亏。等一下哦，找一个阿关台的。好，关台就算了。哎、欸，怎么换不了红裤子了？红裤子早就没啊？哎、欸，你是说小起点哦？那我也是没办法啦，我把它关掉了呢。哎，都好酸哦。今天其实有画画啦，然后想说，哎、欸。好，那看到哎、欸、有在开有在打 LOL 哎、欸、来玩一下好了，然后准备开台的时候，我应该打到十一点。我说哦这样啊，还是我不开台了。后来想想不对耶、欸，我波比一开始拿到两杀哎，是该开个台吧？你关掉了，我没关啊，我没有关啊。问一下，那我们等一下玩什么？我们要来玩什么啊？神界还是有什么啊？我想玩那个猛兽派对啦。我记得有换到、欸、有啊，我其实没有，我只有关掉少界塔而已啊。来画画吧。来画画不啊，跟你说我刚刚画的图啊是时隔应该有九年了吧没碰的图啊，然后画得很满意。开启邪教羊哦啊，可是邪教羊那我要从头刷哎，从头打了哎。很多设定我都没有弄欸。啊，小学教养等我再有心理准备，等我准备好吧。学教养要玩真的就是要连续玩一阵子。你看我时隔一年没玩学教养吧，中间干了什么都忘记了。对啊。萨尔达的话欸，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讲，萨尔达只要几天没玩就不想，没有说不想玩，就是会不去碰欸。一开始就是满心期待想玩，可是因为最近就是有点忙，然后隔两三天开，三四天开，然后开到后面就觉得好像真的私下开就好了、欸，没有挑战性，也不是欸，可能是因为比较 Q 版吧。像他不能爬墙，要靠动物，要靠一些东西跳墙。哎、欸，不过那天真的打得很快乐啊，也没说不好玩，就是只要就是几天没开之后，就是打开它的欲望会变少、欸，很奇怪、欸。啊，一打开之后玩起来又可以玩很久。看一下、喔、还是我死定随便挑个我有的游戏来玩玩。嗯。法术小队没有啊，可是我法术小队玩完了。法术小队我全角色全 skin 弄完了。哦好累哦。好多都是靠晒、欸。
哎、欸，你们猛兽派对有几个人有啊？啊啊，兔窝的。嗯，阿倩，你没有？哇，那看来只能画画的。好了，我看一下画画的那个有谁换？有谁有画画？你有？你有办法玩吗？要有，结果没有办法玩呢、欸。创作者仪表板，我怎么一直睡着啊？烦呢、欸。来啊，看一下哦，观众奖励，表情符号，强化忠诚点数。审核请求，你可是玩不了，你真的是在该。完成所有请求啊啊对耶，哎哎白痴，等一下啊，我点错了啊，等一下，谁换的小废图，完了，这什么，没有，就是我要完成请求啊，就其实就是你们兑换的东西，像喝水啊什么东西的。没有啦，这个是我刚刚一次审核过啦，像有敲头啊，有一大堆东西的，就是蹦壳啊，然后就刚刚敲头那个是蹦壳啦，啊，刚刚像有那种嘛，那个安安啊，打招呼啊，喝水啊那种东西，我一次请求，结果有谁请求我忘记了，上次是说谁？克洛伊。马同学，还有一个是谁？完蛋了，利恩吗？完了，完蛋了，完蛋了，有谁？小维吗？不是小维，不可能是小维。哇，我先找歌来听好了。完了啦，点错了啦！我刚刚就记得说最下面这个不能碰，不能碰，不可以碰，你怎么就碰下去了？哎，说到碰，还是我们来雀魂麻将。嗯。OK， 换游戏，换是换游戏了。啊，好啦，不然等一下画完这三张图，我们再来看手怎样。雀魂，你也想加加？画画啦，没有要雀魂啊，抱歉啊，抱歉我说谎。神界，我先画画吧。哇，好久没动笔了，虽然刚刚才动过笔。来了来了来了，雀魂加一，你雀魂可以玩，你可以用手机玩是不是？哎，香菜皮蛋豆腐汤啊，现在来得及打招呼吗？哦，好像可以耶。好像不可以耶，哎、欸，没有，可以，可以哦。今天打
今天聊天是刷得很慢，安安安安还在吗？点名时间，清晨安安，旭月安安，冰蓝色安安，火鼠安安，米粒安安，阿哲哲安安，米米安安，英美安安，雪莉安安，青蛙安安，爷爷安安，玲玲安安，叔叔安安，哎、欸，叔叔安过了，艾米安安，古雷安安，马鼠安安，米萨卡安安，小子安安，小维安安，玉鹏安安，哎、欸，徐月安安，瑞瑞安安，好了，今天没开 YT， 因为太突然了。因为一个太突然了就没开了。没有，因为我不是刚刚说我画了一个八九年没画的图吗？然后画了一个多小时啦。好像念经哦、喔、怎样啦，讲话比较没温度嘛。啊，我家可洛伊怎么画啊。欸、我很喜欢这张图欸，我想拿来当贴图用欸，可是它是猫不是兔子。嗯，这只猫就抱着说打妹哦。不行不可以，有没有？你三天也在画图，哎，不是哦，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画画，我的右手肩膀会很奇怪的，就是举弯起来。就是明明放松的话就好了，我会越画越尖，肩膀越抬越高。哎呦，今天的手好像不太行。五十肩乱讲，五十肩明就是躺下去的时候会痛。乱说话。感谢你不是去睡了吗？感谢碰干的订阅两个月。这个碰干一直说他老，结果我们比了大小，没有，应该说他一直说他很大，我说哪有很大，你一定比我小，然后我们比了大小之后我赢了，对，我的比较大。通常两点才睡，你两点才睡，要上班的人两点才睡。我本来想说好啦，如果你要睡觉睡不着，你可以来打开我的台听听。但是想说，嗯，你都要睡了，还叫你来听，好像不太好，我就把这句话收回了，收在我心里最深的那一个地方。克洛伊跑去哪里？是找不到克洛伊，找到了。哎、欸，白痴！哎、欸。我已经来了，咳咳，我看成什么？我月经来了。抱歉，我很抱歉，我月经来了。抱歉啦，我说对不起咯。我怎么觉得今天笔刷怪怪的啊？今天笔刷好滑哦！不是笔刷变滑了，是你变油了，反省。变脏重没有啦，是这聊天室很小。
干你啊！换手熟是不是白痴哦、喔？蛮想给你评评我的话，你私讯粉专啊。有皮看不看看什么手啦？烦欸，我要调位置欸，这样会看到我裤子欸，看到裤子就看到那个东西欸，有什么好看的？看兔子。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我姿势。我要放哪边？上脚、下脚、右下脚。男生有月经，烘干是女的啊，又不是男的。卷卷耳哦，还是你们要看卷卷耳？对，好，今天有皮，感谢米粒的15小气垫。肩膀右，还是应该设个兑换的音效啊？叫什么？肩膀放下来。你不会发粉专？那你会私讯图？你会图其私讯吗？你会私讯图奇吗？啊，还是我这个存啊另存新档。可爱模板，可爱蛙模板。那什么东西？就退区啊！现在这个东西啊，现在这边的私讯你会不会私讯？补起啊，退区啊，退区的私讯你会不会？功德啊，等一下啦，点数太多、喔。来，敲敲敲，哎，这里。听不到声音的功德，你要几下？啊，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东西也太好笑了，你知道？哇，这 FB 上买的啦，甲鱼功德枪。哎啊，那其实这个看久了很像是嘴巴，然后他的嘴巴其实是下巴。
等下，是有人有换功德枪吗？哦，有哎、欸。你居然敢在 FB 买东西？我觉得这种垃圾东西应该就还好啊，又不是那种家电，你懂吗？这种小东西 FB 上买还好吧？如果是说什么空气清净机呀、Switch 啊那种东西，在上面买才恐怖，不是吗？有一天，我有说我想买真的木鱼啊，欸，我是真的想买真木鱼，欸，然后再配佛，欸，其实我家有啦，但是那个是真，那个不能拿来乱敲，那个是真的，那个，对，我家道教啊，然后。那个是真的有用的东西才要，哎，你们懂？我脑波很弱啊，那种可爱好玩的东西我就直接买了。啊，还有个东西。找一下哦、喔，哇！让你们看我买了多少垃圾东西。琪琪弟弟的那个很像甜甜圈，有没有？这个，那这个其实是，欸，它还有电吗？这个其实是台多灯，哎、欸，有电，有电，有没有？这个下面有灯。然后它是这样子，它是照明的。可爱吧？没事敲会怎样？不会怎样啊。不是，是因为那个就是之前都是拿来敲那个啊。我们在那个就是神明生日啊什么东西敲木鱼那种用的。就像你把你爸的那个茶宠有没有拿来当一般宠物玩，他一定生气一样啊，那种感觉。这桌灯是不是有点矮？不是，它是可以拉长的，有看到吗？它是可以卷起来的，它可以自己决定说你要。你要架在哪边，懂吗？立得起来吗？它这个可以啊。刚去了一下，但不确定是不是哪里。不是点 I F B， 我看一下。我现在看，好忙哦！这里吗？对，是这里。啊，你明明就会私讯嘛！玩一下哦。欸，这个是我珍藏的东西吗？看一下，我其实有个东西，我在等某人来，然后送他。我感觉他应该都有啊，有，在这。他竟然没有卷卷耳，但有这个。看看这是什么？都还没开欸，它是可以变色啦，但是我还没装电池，会亮吗？会啊，它要装电池，它有底座。底座有 RGB 电池，
有 RGB 的。哎、欸，它可以充电呢、欸！看，这是遥控器，它是可以亮的。我那时候就想说找卷卷耳跟胖丁，结果他只有胖丁。他说：“哇，完蛋了，他要孤单了。”长得跟什么一样？变色气氛的，哎，我其实还有很多小垃圾哎、欸，真的都是脑波落买的小垃圾哎、欸。好啦，先画画。这个买很久了，那个胖丁的灯比那刚刚琪琪弟弟还要早买。我发现男生是不是比较容易脑波罗？没有欸，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舍不得花钱的人，可是频率对了，我还是会花钱花下去。这两张，哎，英美你多大啊？你撕粉砖？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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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哇吼吼吼！那，你是用手指戳的对不对？你应该不是用笔吧？如果你真的喜欢画画，我建议你入手一个有入手至少一个笔啊。你是用手的对啊？因为手的细致度跟笔还是有差，所以可以的话买一个就是平板用的笔，然后这样画其实会比较好。你画很好啊，不要那么没自信啊。好了，我明天把那个什么，把画画的再打开。你看影片自学的，我以前。也都是看影片呢、欸，可是我都看不懂呢、欸。影片跟我说要这样做，我都没有照做。那你看什么影片？以前跟朋友借绘图板来时，才发现原来是滑。以前我之前跟朋友借绘图板来时，我才发现。什么意思？我滑鼠。是因为我哦，我讲一下、哦，我找 YT 的影片是找那个。如何画骨架、啊、手啊，那种胸腔的图。对，然后导致我之前在我的 FB 上有 po 一些我的图嘛，但是 FB 一定会有加一些亲戚、家人之类的。于是我那时候
就 po 了一些图，说被我阿姨姑姑他们看到，说什么我都在画，我可以不要再 po 一些这种没营养的图吗？我说啊，我就只是画，怎么讲？我画就是胸部，我不是画内内，我是画骨架、胸部、胸，应该说胸腔好了。对，我是画胸腔，然后就直接在我底下留言说不要画这种教坏小孩子的东西。我就啊，什么东西？那就导致我不敢画画，又在上面，于是就开了粉专。那粉专上面就是丢一些无聊的图。早期我粉专的用意就是丢我的作品啊，只是到了现在这个已经到了懂事的年纪了，我发现我的图好不是，我怎么有勇气把图丢上去啊？哇靠！我真的觉得以前不懂，就像玩游戏吧，游戏最好玩的时候就是莫过于是最不懂的时候，当你懂了之后游戏就变得不好玩。那一样就是我觉得我的图我怎么有勇气在上面丢那种图啊？对哦，那我现在有一些亲戚加好友，或是看到有共同朋友都是亲戚，我就都不加啊，好恐怖呢，吓死了呢，开启克洛伊勒吸颜色时间。哎，我最近做梦梦到我，梦到我自己没有啦，我梦到，看我忘记了，等一下我要讲什么？哦，我去健康检查，又发现我已经是癌症中期的人了，再熬夜啊，不是、啊，再不好好休息啊，对，啊，我现在就更怕了。怕什么怕？我怕玩不到魔物猎人。中期而已，还有救。可是全身上下都中期，肝癌呀、肺癌呀、口腔癌呀，啊，明明没吃槟榔也会梦到口腔癌。切掉就好了，是不是？还是吃胖一点，吃的跟金鱼一样。哎，你们知道金鱼其实是不会被癌症影响的物种吗？就是金鱼也会得癌症，但金鱼不会因为癌症死亡，原因是因为癌细胞要扩到金鱼这么大的之前，癌细胞就死光了。现在就去检查，我不敢。雪莉晚安，我不敢。
你说安妮来台湾，带我去医院都还有可能。若梦，也不是说不敢呐、啊，就主要是麻烦哎、欸，因为我要如果要健康检查那种东西，其实要去台北、欸。淡水最大间的医院是马偕医院呐、啊，可是马偕医院好像没有很好。你家金鱼会吃同伴？不是那个金鱼，是哺乳类的那个金鱼，用肺呼吸的那个金鱼。你家的金鱼会吃同伴的眼睛？那是不是因为太饿啊？没有东西吃啊？哎、欸，金鱼是，哎、欸，小金鱼是很会吃的动物哎、欸，鱼类、欸。而且也要看金，哎，我改了个分类啊，要看金鱼的种类、欸，因为有些鱼类攻击性就很高啊。就是会去咬另外一只鱼的尾巴、鳍呀、啊。谁知道它超凶残？还是你养到的是斗鱼啊？你确定你养对鱼了吗？看，现在花音不在。他昨天最后的遗言是：原来我的连续观看断了。德比。哎，其实我最近作息也超健康的、欸。我昨天几点睡啊？我昨天9点就睡了。然后前天也差不多7点睡，然后都是早上才醒来的。反正要大一点，大一点才可爱。快饿死就吃大眼睛啊！你那金鱼多大、啊？对啊，不是，我觉得它是，我猜的啦。要么是食物不够，要么是争夺领地。那再来就是他们想交配了。如果到了该交配的年纪，对不对？就会争斗嘛，然后会去吃。那再就是肚子饿啊，你我觉得你那个你是养两只而已吗？还是一群？哎、欸，画完了哎、欸，看画画就是这么快。零存马同学委托克洛伊。嗨，克洛伊，哎、欸，利恩，你有委托吗？你有，我是，哎、欸，这不是马同学，这是谁？这是利恩委托的吧？哎、欸，利恩是你吧？等下，利恩是不是你换的啊？因为我刚刚不小心点到全部兑换，如果找不到说是谁，
我知道克洛伊有啊，克啊，我刚刚在想说是马同学还克洛，还是利恩，哎、欸，所以还有一个是谁？谁换了没有？我忘记了，马同学吗？完蛋了。腰修骨哦，笑死！怎样？不是哦，快两个礼拜没画画了、哦。一群，然后要啄他，啄到剩下的啊，那他就是生病了啊。那至于应该是已经体弱生病了，然后就好欺负，就吃他。怎样？什么怎样？你想怎样？肩膀在受伤，你们还想怎样啊？哦，完了，我左边，其实我最近有时候会突然一个深呼吸，然后胸腔会突然刺痛啊，现在就有这个状况。怎样？怎样？怎样？不觉得这个很可爱吗？短唇 PNG， 哦，画超好的啦！怎样，克洛伊可以吗？不可以也不行，毕竟这是不能改的图，我已经尽量画得很可爱，不用改了、欸。超大，谢谢，谢谢，我知道。卡哇伊。那我直接丢给克洛伊了哦、喔。是你要亲自给他，完了，还一个是谁？这不是谁换的？我都忘记了，是马同学啊，但。谁啦？我不然点到全部兑换呐！哦，搞得我好痛苦哦！我觉得我这几天要掉头发了。好，下面一位。没有啦，这不是委托啦，只是想画而已。啊，再来的不是委托，是想画而已。目前累积几个啊？就三个啊，因为那时候是因为说要玩萨尔达嘛，然后一定是没有空画、啊。干嘛啦？六六安安，我的就。再放放吧，我懒的话，我知道你的要等你啊，所以我不担心你的啊，我是担心第三个啊，第三个是谁啦？明天试弄什么？你要画我？也很抱歉，我现在不会说抱我了，不用担心，我现在只能抱一个，也要问他愿不愿意。对，抱他要经过他的同意。
哭啊？哦，你转身抱妹子，你知道我现在看到你，我只想到你抱花音那件事情。你潇洒的跑去抱花音。以为粉红色都妹子，小维打字，小维，咪咪打字，来，这些粉红色棒子们打个字啊，小维咪咪，说话，来，这个真预言家小维也是男生啊。哦，这个没有手套的画起来真的觉得好奇怪哦。真的是字，对吧、啊？他超听话的，只可惜他更听。说啊，讲话啊，说出来。来讲出来，更听姐姐的话。这个世界太险恶，你要回我心，对吧？你看你的颜色就是墨绿色嘛，所以我才当时都觉得你是男生一样啊。所以这就是第一印象嘛，还是说刻板印象？你也可以是男的，那走，去男厕，走，男厕见。克洛伊也可以是男生的名字啊。对吧？有30公分的克洛伊，什么30公分？头发，合法泡妹子，谁说的？女生也可以合法泡妹子啊。对不对？
你要知道女生泡得到的妹子可多的咯。啊，我太久没画他了吗？颜色找不到，这颜色啊，讨厌，我直接拉他好了，拉进来，颜色，但是我觉得这个番茄比较可爱啊。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哎呦，谁要当丈夫？凹眉毛。原来是抱妹子哦，那就合理了。看，哎、欸，啊、如果万一我这样画的话，是不是很变态、欸？如果万一啦，我这样画的话，是不是？很变态啊，番茄，衣服穿好啊，番茄，我不穿衣服。没有，他不是无袖啦，他有袖子啦，只是他短袖的啊。看这样子，欸，我记得我帮他加草啊，哎呦。对，我其实也不是说不画番茄，是因为番茄它是长袖的，长袖的画起来很奇怪，啊不，对吧？它没有袖子。然后它也有那个啦，它的皮其实有另外一个衣服有长袖的，可是没跟他要。等一下，肩膀好痛哦！完了，肩膀在哀嚎了，他在叫救命！你解释起来像是你不喜欢画衣服，不是？是，你看哦。干，我忘了，也不用解释。来，等一下来个比对图好不好？金剑，啊，
眼睛没上射到，白痴。你这样讲的好像我喜欢画没有，我讨厌人家不穿衣服一样，给我穿衣服。安令存，要不穿衣服也可以啦，好不好？如果怕私讯粉专被看到的话，来加我 DC， 另存清档。哎妈，你看哦，就比如说，来来来来来，来，刚刚这一张。跟这张有袖子的，来哦，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看？对不对？有袖子的话可以遮饰一些东西，而且你的袖子我可以把它加宽加大，这样图看起来会比较饱满吧？这样讲，你看就是你单单的一个袖，那个一个肉在一个手臂在那边。我觉得有点，你画太细，应该说你画太细的话，又觉得不好看；那画太胖的话，会觉得你手很胖。那如果有袖子的话，你可以就是画宽一点，你的手就不会看起来那么肥了。哎，你出现啦，莉莉丝安安，有新图了吗？没有新图哎。男生给我包紧紧，没有男生不要让我看到就好了。你们爱脱爱怎样没关系，不要让我看到。所以有吧，就是有袖子跟没袖子的差别。错，个啦，呜呼，就最安安，大卡比说安安，你朋友不穿衣服你会怎么办？现实啊？看什么场合欸？因为不可能在我家不穿衣服吧？外面的话，他不穿衣服在外面，我不会怎样啊？装作没看到啊？不认识他。最近忙翻，以外时间可以喂。在拖懒，拖懒是什么？偷懒哦，偷懒吗？拖懒。好，再画一张图，先让肩膀休息。再画一张图休息，我猜。啊。例如阿靖裸体跟你视讯，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哦，如果你说万一阿靖真的裸体跟我视讯会怎样吗？我直接回答说：怎样？你那边冷气坏了，很热哦。我只会这样回而已啊。可是我朋友不一定是只有阿靖啊，也可以是妹子啊，对吧？他如果没穿衣服跟我讲话，我会跟你讲说：干嘛？你那边很热哦？干嘛？你拨错电话了？我就说你在听歌，不小心点到拨通话键是不是？请收起这个大胆的想法，这男人很危险。大哥，不是啊，
刚卡比兽不是说你朋友不穿衣服？朋友的定义没有分性别吧？所以你们怎么可以只有朋友只有想到男生？我觉得你们这样子不 OK。哎、欸，我怎么会听这首歌啊？我画画都不是听这首歌啊。啊，算了，没差。换一首，听够久了，换一首。适合睡觉的歌，还好哎、欸。这个嘞，好，就这首了，来播着播着，好好睡啊。我的朋友只有左手跟右手。什么？你的朋友？那是你的大小老婆。微笑。剪下。不用了，下载委托，啊，白痴哦，你看里面图这么少，好吧。我资料夹真的太多了啦，白痴，要有人帮我整理了。噔噔噔噔，一鹏安安，玩过了，靠腰。哇，好久没画了、喔，没有好久哎、欸，什么臭脸？哎呦呦呦呦！这个音乐爬不起来了，该睡觉咯，各位。就抖哇！感谢莉莉丝的150元，感谢。我现在作息是怎样？超级正常。我其实9点就想睡了，只是刚刚就是看到他们在打咯，然后就想说啊，最近也突然又想要打一下。啊，想说啊，就开台了啊。最近没有什么开台，也是因为那个啦，就是下午真的是想开台，可是又在看一些影片，
然后就东看西看，看着看着又下午五六点了，想说五六点开台好像还是撑到七八点，那八点就是啊，完了想睡觉了，呀拜。宿舍网络撑不住哦，你是在外面哦？那你现在在哪边工作啊？在学校。你的职业是占卜师，嗯，怎么听起来很厉害？你可以帮我算感情吗？意图不轨啊，看来是不行。哎、欸，好可爱哦、喔！没付钱还要人家上班，晚点撕我，好啊！你还是你现在就撕我，不要晚一点，我等不及了。你帮我算一下，你命中有我哇！你这个就不准了，好吗？你一定是对每个喜欢的人都这么说，等等会影响你的工作心情？不会啊，嗯、我等一下关台啊。然后就关台了，不会影响啊，不用想太多。对啊，我觉得小维只是在欺骗自己而已。他的命中啊有我，但我的命中没有他。醒醒，小维，这才是真的预言家，是吧？你只是还没醒来而已。Thank you.
OK， 完美完美。我觉得脸有点大哎、欸。凡凡，你有看到那个是什么东西？你的命中一定有姐姐，对啊，我就说你一定都有，但是不会是只有我啊，对吧？所以你这个预言不成立啊。就想到我那天在玩悟空的时候，不预告给观众，说聊天室不就是拿来讲干话用的吗？那个有印象吧？然后在那边跟我讲说，我可以报名牌给你啊，但是会不会中是另外一回事。失控了，失控了，失控！怎么这么大声啊？大家醒醒！不是都一样的。刚发给你的照片，照片？你贴什么照片？你真的发你的照片给我吗？还是怎样？怎么有个妹子加我好友？看一下是谁？哦，诈骗！前往动态消息。啊，你这个该不会是？哎、欸，我，你的图就很像，就是那种大家刚起步的啦。就是我晚点要跟你说，我等一下跟你说啊，等我画完。你是要给建议吗？还是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你真的就是要多一直画下去才会自己知道哪边要改。因为我现在讲的话你不确定你懂不懂，不是问题出在哪，就是哪边可以改。意见哦，就
就很一般的，就是真的要讲的话，就是大家初学者在画的时候的状况都有在你这张画里面呢、啊。像我以前也是啊，就是有一些多余的东西，或是一些没有必要画的东西，你就是会想要呈现，然后导致说你这张图有点要素过多。画头发的话很麻烦，画几层？对，就是我要跟你讲，第一个就是头发这个问题，因为你的这个头发就很，就是，等一下说。花好几个小时才画好，我以前画一张图也都画了多久啊？我也都是画一小时、两小时啊。但后面就是抓到方法，抓到技巧才比较快啊，而且你是用手指欸，所以真的要建议你的话，就是你要换笔啊，用手指的话还是有限啊，除非你真的是 bug 几年几个月都用手指画到出神入化有办法，这我就真的叫你不用改了。因为叫你改的话，好像在害你。我直接帮你，我可以直接把你图丢上来吗？因为这样子比较好像我才能教你。如果不行没关系啊，就画个大概跟你说。阿露诺嘞，放下去。梦见露诺，你在哪里？到了。嗯。画光影哦。你说上面那张图、喔、没有，我跟你讲，你会分好几层，那就是因为你还不熟悉你的图，还不熟悉功能啊，工具啦。白痴哦、喔，我把图关掉了、喔。对你就是还不熟悉工具啊。
放上来没关系哦。好啊，等一下哦。好啦，等一下交完就关掉，关台热。可是你这个绿色背景我好刺眼。来，就比如说像这样好了，怎样？来，这你的图嘛，对不对？就是，我想睡觉了，还不给我睡，靠！来哦，比如说这你的。啊，这隔壁是我要改的，不是雀魂哦，靠腰啊，睡觉了啦。来，要我说的多余，看起来东西很多，就是你的头发这个太多了，就是你的线不用拉，特地拉那么高啦。然后这样吧。其实我以前画画也是都会把这个头发这个拉很高，我先把这个改掉好然后再来，请帮我把这个耳朵删掉。我的人的耳朵跟兔子的耳朵是不能共存的。然后，哎，我们先看我的画的哈，你隔壁的先别看。重点我还没开始画，我怎么知道？我是跟你讲而已哦、喔。哎、欸，游戏安安，早安，早安。哦，像我这边嘛，这边可能就是太直了，我就会就是头发撇出来一点点，有没有？让它这边空间有空间感呢、啊。那再来耳朵。耳朵，不是，你看，现在在教你，但是你又跟我讲说你又还没开始画什么之类的啊？对啊，那你自己跑来问我啊，我又不能跟你讲说哪边该做什么事情，我就觉得啊，所以我到底要不要跟你说我哪边要干嘛？那你干嘛人设没有兔耳朵啊？我的人设有，我人设有兔耳啊。我的人设没有耳朵呢，我的人设是没有人耳的呢。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没有人的耳朵啊，你注意看。有没有看到？我没有人耳啊！上面那两张已经画好了。哎、欸，不是，你都画好了，我还要帮你改哦、喔？那你不是要重画吗？你都已经画好的东西，我就不动了啊。
对吧？如果你要画这样子的话，那光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光，你光是从这边打过来的吗？但是我不会这样子画啦，这样子画不适合我啦，我都会就是随便找个地方点。但是你不能全部点完啊，全部点完我觉得你的光线会没有地方，你懂吗？就是你这一圈全都是光不行，像你刚刚不是你稍早不是这样子吗？这样还可以，但是我觉得这种上色方法你后面还一定会改掉啦，现在画可以。好，你看你觉得有差吗？差在哪边你看得出来吗？就是左边你原本画的是真的比较偏那种刚起步吧，就是少凤池安安，好了啦，别敲了哦。感谢凤池的三场观看。好了，好好，插在耳朵，什么插在耳朵？插的可多的。你看你那个把那个、啊、头发的线呢、啊？你画太多了，就是画太长了，有些没有必要，可以就是尽量不要那么长。那再来。你应该是没有草稿这个东西，你是直接画上去，对不对？你看，像我刚刚一开始在画图的时候，为什么可以不用草稿直接画？因为我背后有个图案，我脑内就已经有个方向可以让我画，我只是需要背后一个大概的位置，我就可以画一张图出来了。你的图这根本无关，好不好？你看得出来吗？你还是看不出来吗？好，那这边好不好？来这边，就是你不用这么多层次，很多东西不需要那么多层次。反正这不关我的事，是建模的问题。不不不不不，你现在不能东西怪在建模上。尤其要睡了，是不是？你这个东西不能怪在任何东西身上，对它，那如果它，你觉得它这个建模影响到你，你就不该用这个东西啊？还是说，其实这个是纸娃娃系统套出来的发型？因为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这整张图看起来很诡异耶。因为我看了你上面的图，跟你上面完成了两张图，我其实觉得起来感觉有点，有点怪怪的，有点是像拼贴上去的。你看哦，就比如说你这个头发好了，头发跟眼睛。画的方式就不太一样，那眼睛跟衣服画的方式又不太一样，那再是兔耳朵，因为你眼睛都可以画这么好了，可是你兔耳朵怎么只能画成这样？没错，猜对了。哎，好啦，那教学就只能到这边了，建议你画画。不要用建模那种东西啦，就是从线稿开始啊。而且稍早看你那个两个人面对面，我就觉得啊，你刚学画画，你看像我一开始画的，一定会画这样子的、啊。然后身体啊，那就想姿势了，想姿势最麻烦了。
对不对？这样就好啦。上面两张是你手动画的，可是你手动画的，但是我觉得你有些东西看起来也还是应该是找素材贴上去的吧。哦，你就一直改眼睛哦。哦，那对，就是你的头发也啊，还是我再贴上来，大家看一下。是因为你看这个，这时候就是眼睛跟头发就是画得很好，但是其他部分就是很奇怪啊。那再来就是我讲的嘛，你的头发应该是又额外拿笔刷一直涂涂抹抹涂涂抹抹吧。瑞瑞晚安，对不对？你的头发应该是原本就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你之后就是额外拿一个笔刷，再一直这样子。这就是你改的地方，好啦，我真的要好好讲哦，你不要玻璃心哦，你这样画画不会进步，其中画的部分已经发给你了，不，来，你如果今天是直接找素材找什么东西直接贴上来，然后你稍微修改，不是稍微修改，你就是。照着原来的图，然后修修补补、修修改改这样子，你这个不算是画图。我没有要责备啦，只是我觉得你这样子，这个行为不叫做画图啦。也不是描图，它是直接在图上面画图。谁知道我很多人都这样子画。谁知道你很多人这样画，不是我真的建议你不要，哎，我就是我怕你听不进去啊。来哦，你看好，对不对？你这张图跟这一张，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你这两个发型一样，我就想说应该是素材吧，对吧？那你很明显就是你看好哦，今天是不是你没有这些素材你就不会画画了，对不对？很多影片都有 ，YT 也一大堆，对啊。那如果你觉得那样子可以帮助你画画，那我这边语重心长跟你说，这个我教不了你。我当时怎么学画画的哦？我当时哦，我绕了蛮大的路哎，我都在走弯路哎。你手残，对，所以我才跟你说，没有一定的啊。你看，我刚刚不是也跟你讲了，一切从头都是先画线稿啊。我也不可能，我从以前到现在没有说，我连露诺到现在画画，我都跟他讲说。你要好好画线稿，
光是原型就画不好，练习有什么事情是练不好的？有看过排球少年吗？知道田中学长吗？啊，练到会就好。我跟你说，你不要觉得什么都啊，你我也画不了圆啊。你看啊，我这个是圆吗？我也画不好啊。欸，我是真的，我在认真画圆哦。你看，我这个叫圆吗？不行，对不对？所以我刚刚画那个眼睛，你有发现就是这个眼睛，画太大了。我在画这个眼睛的时候，我怎么画？我是先这样子，再这样子，再这样子画的。我也没有一笔画完，嘎嘎安安。但我受不了，不是，这就是真的是看你有没有耐心而已啊。你没耐心，你这样画我 OK 啊。但是就是你这样子没有素材就不会画画了。然后你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素材啊。有想我吗，教主大人？想死了。什么时候来找我？对啊，那你看我今天在画那张图的时候，哎，我先跟你讲哦，一开始这张图是我乱画画出来的啊，我找一下草稿给你看。我给你看我的草稿，虽然很不草稿啦。你看，这也是我的草稿啊。我草稿长这样子欸。啊，我完成的图长这样子欸。啾咪，等我放连假 ，OK。我没有要指责你啦，只是如果你好，你画画，我知道画画开心最重要啦。但是你想要进步的话，你真的基础要打好。现在网络上很多。什么画图神器呀、啊？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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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东西，也有 FB 上也有卖那种，就是说什么绘本，然后说买给小孩子，小孩子马上就会画画那种东西。啊，下面一大堆都是在骂说这是描图，不是画画，这是描图，不是画画，这根本就不是画图，那种骂声就很难听，对吧、啊？基本功真的很重要啦。兔兔安安，就是今天你怎么讲？走动画已经发了，但我没眼看。你说你又画，你又丢了一张我看啊？你这就可以呀！我跟你讲。你这个画出来总比你稍早那些都还要好，你相信我。你不要没脸看，因为谁没黑历史啊？你要不要看我以前的作品？对啊，欸。你要先喜欢自己的作品，别人才会喜欢欸。也不一定啊，就是你今天喜欢自己的作品，那代表你自己画得开心啊。如果你一开始就对自己的作品没信心，那别人讲什么夸奖你鼓励的话，其实来说这有点两面啊。有些人会觉得说你就是在敷衍我啊，只在鼓励我而已啊。啊，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听到就很开心很快乐。但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刚刚发的那几张画在纸上面的图，
会比你有素材那些图还要好。我想今天会需要用到素材画画那些是，有些人会想要知识，想知识啊，想动作才会需要参考，而不会是直接描。哎、欸，我的旧作品在哪里啊？可恶！真的愁死哦！哎，你跟你讲哦，你至少画的比我当时的好了哦。我找一下我旧作品哈，我的相片、相簿。哎、欸，不过我先讲一下哦，那个作品都是我已经画很久了，我不该把那些旧的作品删掉，我觉得真的好可惜哦。今天你的图就算再丑，你也是设不公开或私人啊，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删掉啊！对你，就是你可以隐藏设私人，但是千万不要删掉。我现在就很后悔删掉以前画的图，哎，就是找不太到啊，就很烦躁啊。要看吗？这个这是多久以前？我看一下哦，2010年。14年前的图，你要看吗？这个14年前的图哦，你看，现在回去看这个手，你看，首先挑到重点嘛，手太小了，对不对？那再来脸太小，头顶太大，这一大堆问题，而且这个是我边看边画的哦。不是啊，你可以拍下来啊。这14年前，那时候我连电绘板都还没有的时候，你看14年前，我也20几岁，应该欸，超过了啦，超过20岁了。苦力怕经典图那个哦，那个我要找一下哎、欸，哎、欸，马上找到了哎、欸。Facebook 啊，找到了。可是这个多久啦、啊？这个是我刚玩麦块的时候、欸，也是十几年前了。你看 ，FB， 这是我 Google 随便找的，这就是我画的啊。你看，我完全没有阴影、光影，然后这张图这边随便乱画。这个是那时候有绘图板2年了吧？那时候有麦块啊，画得很丑啊，以为加个猫耳朵就很可爱，这样。然后甚至还有用小画家画画、欸。这是黑历史掌西大会吗？啊，你终于打字了啊！每次都偷看不打招呼，廖丽安安。没有，我现在鼓励一个刚画画、欸、想画画的妹子。我刚刚讲说，你宁愿在纸上画画，也不要就是描图。
哦，没有没有刚刚那一句啦，就是他就是要有素材，没有素材不会画画。但是我跟他讲说，你这样子不会进步。欸嘿，最喜欢偷看了。哇，这张图好小哦。欸，我找不到这一张图了。我这张图没有，这张图是有历史的哦。这张跟你们说，这张图看到没有？这张图有点是意外啦，因为我以前很喜欢游戏王，然后就是这个就是画太多次，画到都不用看就会画了。这个，你看就是不会画人嘛，但是画一些非人类的，就是画的特别好。那来讲一下这张是多久以前画的？这个是我刚满18岁，那时候就直接去当兵，但是当时因为就是有忧郁症，然后从兵中就是怕我在军中怎样怎样。于是我就去住了那个国军医院，对，我被关进了精神病院里面。欸，是真的精神病院哦，我们也好小哦。我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面2个礼拜，然后就是有笔记本嘛，我就拿纸跟笔在笔记本上画画。然后有一次就是护士在查房嘛，就是可能要叫我起来吃药啊什么的，然后就看到我桌上的这个图，我说，哇，这你画的哦？我说对啊，我就看不起自己不行哦，就不行啊。有多少？不是你一开始就否定自己啊，以后要怎么走？对不对？你看，你只是缺少阳光，缺少水啊，你将来也是个很漂亮的玫瑰花。你好后悔扫描那些没有存档哦，对不对？手绘不是手绘啊，不是扫描啊，是你看我们这些过来的人，就是曾经画过的图，会打开笑笑或怎样的啊？国文课本更刺激哦，但是我那个课本都丢掉了，哎。哎，念书念到太生气了，把课本都丢了，我也很后悔。那些课本哇，可精彩的呢。哎，给你看小画家画的。小画家画的。那时候太会画米奇了，而且我那时候有讲啊，我们老师会检查国文课本，说如果就是上面的人物如果没有被画的话，欸，应该说有被画的话扣5分，期末分数扣5分。于是呢，我每张都有贡献到，我的国文是不及格的，被扣烂了。但是老师就觉得我画得很好，所以思考说你画的是很好啦，但是还是要扣分啦。好啦，一点要1:30了，姚莉有没有开台？揪团先打开，让我揪过去再关。你知道我每次只要开台看到你开，我都在赌说你应该开了吧？本频道没有开启揪团功能。我从小否定到现在，欸，那你一定没有很常跟我的台哦。他们应该也都听烂了啦。我就说我从小长大的背景也都是
被否定到大的啊。我是我们家最不被看好的一个欸。我们家四个小孩，我排行第三，然后我是最不被看好的。小时候只要东西坏掉破掉，第一个先骂我打我，然后打完我才问我说为什么要打破，我说我没有，对不对？然后就继续打，然后我就一直真的哭到是说没有，然后还被关在家外面，然后哭很久，然后后来是我姐承认说是她用坏的时候，我才能进家里耶。你把国文课本的封面改成考什么？哦，你是不是那个文多了两点？你很不乖哦，对啊，所以我才导致我真的觉得说我这么没信心也是因为这样子造成的啊。那个爱丽丝，待会啊，教师室见面啊。现在小朋友都那么会玩吗？肯定的吧，现在小朋友可是越来越会玩的呢。可是你要知道欸，我们小时候的年代是爱的教育欸。今天老师在学校打不够，不打不够啦，打完之后回到家说老师为什么打你，然后问完之后再继续打欸。我小时候腿上的淤青啊，跟那些就是藤条打过的疤，几乎都是留着疤欸，然后那感觉就是有一种辉煌，就很丢脸啊，因为回家被打，去学校还要 被同学笑。不是爱的小手欸，是那种竹子的那个欸，枝柳欸。你知道竹子就是把竹叶去掉之后，然后把竹枝给捆起来，然后拿来当那个爱的小手打吗？等你下一关台，我就去睡了。明天要上学，今天不足，没事啦。你再多话啦，因为就是你多话才会进步啊。我跟你说，你就是要多话多练习，然后你的脑子就是会。我们为什么会画画？就是我们是可以把脑子内想的东西，靠手画的出来啊，这个也是就是平时练出来的啊。我像我现在也不一定是可以把我想的东西画出来啊，不然怎么会说没有灵感没有手感？今天你有灵感但没有手感的话，你画出来的图就呈现不出来啦。但你今天有手感但是没有灵感的话，你就是怎么撇不出来啊，对不对？一个是你撇不满意，一个是你画不出来。长大只想怎么打回去，对啊，就是哎，亚洲人的教育方法真的就这样子哎。今天就是哎，虽然现在很明显就是那种体罚教育停在我们这一代嘛，可是就是因为停在我们这一代，搞得好多小孩子不能打，就是很容易走歪走偏啊，用讲的讲不好，真的用打的欸，可是又不能打，打又会出事，这很烦欸，对不对？你不觉得真的用打的会比较好吗？不然小孩子只会哭只会闹啊，不能打啊，不能打怎么办？任他哭任他叫，叫到他累就好。妈的，还有什么？来，就正确教你们如何带小孩哦。来，怎么哭了？是不是肚子饿啊？要不要煮东西给你吃？
还什么之类的，不能哄，不能打哦。然后说来，我那是什么李迪刚打我哦，不能打架哦，你们要握手也握手，你们是兄弟姐妹啊，要握手抱抱，然后手牵着手，哈，到底有什么办法？还说我的方法就是他哭我也陪他哭，还叫得比他大声，他就吓到，他觉得哦，这九九是疯子。放着炒热他就哭，哎、欸，没有哎、欸，他是嘶吼哎、欸，他还会就是真的是那种内心戏很重的那种女生，就会跑跑跑跑跑，突然把头埋在棉被里面哭了一下之后再起来看着说，啊仰着头哭，哭完之后再把头埋在棉被里面继续哭。我有时候真的很想录影哎、欸，录下来超好笑的。好啦，差不多了，28分了。大家晚安。电话三张图，好累哦。啊，我还没传给露诺哎，等一下哦。不聊天。首席弟子来给你。找不到哎、欸、啊，找到了。小孩走远点，谢谢，我不会顾，对吧、啊？所以。我也讨厌小孩啊！看，我才说那个小孩大联盟嘛，我还真的是知道那种坏大人到底为什么要当反派哦，当哦，当爆了哦，小孩子吵死了，烦死了。好了。嗯，这什么图？我在这边。卡哇伊。好了，我觉得可以当圣诞树了。我看一下哦、喔，我看可以把自己挂满。至今为止画过的圖，有还有画谁？我想一下哦、喔，打哭。哦，兔子，我的兔子啊，傻哭嘞，傻哭在这。其实好像有点太早画他们的，眼睛有点撇掉了。那再来是我们的，我的安妮。对吧、啊？你看，这其实前几张画的，它放在中间。还有我们的半本棉被猫，棉被猫。哎，没有这个，一开始就不会有这么多图了。哎、啊，你被挡住耶？没有啊。要帮你截图丢 DC 吗？别当脸。我为什么不能当脸？那没地方放了哎。我们圣诞节就这样过了。
不把自己贴上去吗？好孤单哦。不是，这个，这个是 OBS 上的图啦，这个不是，这贴不上去啦。你看得懂吗？这张在 OBS 上啦，不是在 VTS 上啦。我会孤单，不会啊。头闻味道，啊！那要再找一张黄色的挂在头顶？不用啊，为什么？为什么 FBI 又怎么了？又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吸猫都没问题啊，我吸个花总没问题了吧？啊，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啦，哇，挂好多、哦，好像那种包包痛包的那种。哎、欸，上面的下来，啊，那大家晚安啦。说拜拜吧，感谢，晚安晚安，快说晚安快晚安，主播爱困，我是没有想到会画画啦，哎、欸，那个莉莉丝，等一下再撕我，想说你要跟我讲什么东西。英美晚安，古雷晚安，米莉晚安，冰蓝色晚安，米奈晚安，还有谁？还有谁？我又在打了哦。哦，好，安妮晚安，萝莉晚安，屌你啦，是萝莉。阿贝晚安，哦，藏这么久了、哦。克洛伊晚安。哎、欸，啊你真的在啊？哦，所以我在问你都听到了哦。变态。小薇晚安。没开 YT， 没有小薇宝贝，哈哈。好了，我要去做美梦了。大家晚安，晚安，晚安。哎、欸，等一下，我想试试看一个东西啊，它应该是不能转的，看一下哦、喔，这个，哦，哎、欸，不行哎、欸，吸不上去，有哎、欸、有哎、欸，嗯哼，荡秋千哦、喔，哈哈，哎、欸，我知道，那我以后把它放在左边这样子有没有？好了，圣诞树们，休息休息。哎、欸，我肩膀这个待了有没有两年了啊？这个敲头的，要敲好久了、哦，陪了我敲这么久，辛苦你了，再继续敲，以后还要多多指敲啊，晚安啦，大家拜拜。